香客岛的人有糖吃，周野林一的新曲《别对我动心》真的击中了我的心吧。纯情校草 vs 霸道校花，这两张脸凑在一起，我分分钟脑补恋爱戏码。为什么这么烫？那怎么样才能抱呢？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，可以。出去，等一下。看林一这小子憨笑的样子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个大手全抱住。在体型差这一块，咱们花花草草也是不逊色的，比东西反向压制。导演，你再迟一秒，这俩就真亲上了。我却静不下心分析，只想靠近你去吻你，做我的梦。放心，真的会亲了。你瞅瞅一旁的周野，害羞的这脸啊，一下子就红了。吻戏那是相当清纯。还有这双双躺着的醉酒戏份，谁懂啊？林一就像这个大狗狗一样，任由周野耍脸的，这场面是谁还没有心动哦？而且你见谁家演员吵架吵出圈的，因为被男神拒绝而生气哄不好，大家评论区那是清一色的被周野的颜值臭到，冷脸小白花姐姐，我可以哄，我来哄。当然啊，一旁的林一也是很帅的啦，个子高腿长，别人下台走台阶，林一那是直接一个大步跨呀，一点也不管周野的死活呀。你有台阶要走那么高的坎儿？你自己腿长没事，周野差点跌了。但大方营业起来，我只能说这句到底什么时候上，等不及了。玩个游戏，一个满眼都是胜负欲，一个满眼都是他，为了不让别人抢自己的牌，周野硬是把林一锁喉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心绪够了。再看看一旁的林一，周野说啥就是啥，那眼神儿就没从周野身上离开过，说躺下那就乖乖躺下，到时候我就往地下躺。那啥，那我坐你身上成吗？怎么躺？你就这样躺？这样躺？你得躺下去。这样？那我得这样。哦，行。真不是我说，导演你也是真会选，都是一副好皮囊配一个好跑调嗓，唱个歌可把周野林一难为坏了。哎这暗恋 pose 摆的，林一真是长了双会爱人的眼睛，甜蜜感瞬间就上来了，甚至不止在周野这儿，转头望向甜美虞书欣，适配度那也是满分啊。谁懂啊，当年滑雪大会的时候我已经吃上他们的 CP 饭，公主和王子共舞被观众说是偶像剧。哇，
好搭呀，他们俩好像。滑个雪，黄明昊那更是实名制课堂。短个雪板，两人先来一出小剧场，一个小奶音，一个台湾腔。小贾，你们好甜啊！回答我零一，你是不是嫌我烦？这好机车哎！我哪里机车？我话超多嘞。你这是真心话吗？我错了。那我从现在开始，我就不说话好了。你们都这样欺负我。像这样的大小姐可不要出尔反尔哦。好甜呀，你们俩。而现在，林一与舒心又因为雪相遇，拍了一部电视剧。谁懂啊？当初一直在请导演给他们递本子，没想到真的有导演递了，甚至剧组的男女主角色好，还有蜡笔小新里的小新和妮妮，梦幻联动了有没有？很像一个人。谁啊？妮妮。好像妮妮。你是不是对我有滤镜啊？现在这种人是不是误解了？我跟你说，你我从这辈子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我。真的是妮妮吗？是妮妮，就是妮妮，是在妮妮里面那个蜡笔小新那个妮妮。哦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不是我说，这家 CP 粉吃的也太香了吧，正主兜兜转转又回到起点，甚至就连路透视频都是在雪场，他拉着他滑雪，他拉着他滑雪，偶像剧的氛围感他又来了。这儿我只能说，这两部剧啥时候播对我来说相当重要。3月1号开播的《小花小草》，到现在还没有定档的《小心妮妮》，家人们磕到哪段是哪段，我不听。说什么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不知道你更喜欢哪对 CP 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喝我的酒窝。怎么捏我这么疼？你怎么这么搞笑啊？别闹了，别。我再捏个脸就好了，再捏个脸就好了，最后捏一下，就是极限。啊，这样，这样还是这样？这样吧，不捏了是吧？